我是陈永兴医师，伫黄信界主席来花莲参选立委的时，我就和赖坤生做伙帮忙信界先当选花莲的立法委员。以后呢，我阁接任花莲县出任立法委员。这边台东立委的初选，请大家为伊支持赖坤生，这是台湾人的期待，也是台东人的光荣，拜托。伊个成绩非常的好，对台东人的服务，会使讲非常的周到。啊，罗坤祥呢，对台东未来产业的发展，有已经全盘性的规划。啊，伊含即个南岛民族的国家建立足好的外交关系。啊，伊不但是对台东的文化甚至产业呢，伊拢有伊的想法。以外呢，对台东的观光业、农业，伊也非常的关心。这几年为着照顾台东的农民，真侪农产品派销的时呢，伊拢拜托西部即个好朋友也好，公司、基金会社会福利的团体呢，来倒买台东的石卡、红来洛神花等等即个好朋友，大家拢真支持伊，因为知影讲伊对台东的关心即摆台东的立委初选，希望台东全民给伊一个机会，这是台湾人共同的期待，也是台东人的光荣。我是陈永兴医师，拜托，多谢。